那个左下腿啊，左下腿后侧，拉筋的感觉啊，拉筋的感觉啊，我还是看到那个大雕像啊，还是看到大雕像啊，还是看到大雕像，是在现在看到欧洲那边呢，是占领那个，计划的要占领那个，那核电厂的啊，占领核电厂的，现在准备搞第四个啊，第四个了啊。准备搞第四个，不能让他们，又让他们，再继续，继续，建了核电厂啊，新建的那个肯定不让他们再继续搞了啊，新建的那个肯定不让他继续搞了啊，新建的，就肯定不让继续搞了啊，新建的就肯定不让继续搞了啊，新建的肯定不让继续搞了啊，所以呢，第四个怎么样，已经搞下去了啊，就。先把那个建核电厂的，建核电厂的那个占下来啊，但在日本那边呢，他就不用那个用大调研的方法，因为日本那个人多地少啊，就不去占据他的那个地了啊，就不去占据地了啊，后面再想办法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，再见啊。